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场不变的谎言会不会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换成一个圆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别再紧闭你的唇，不哭不笑也不问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你的眼神太伤人，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别再紧闭你的唇，不哭不笑也不问，我依然是你情人，我依然爱你最深，你的眼神太伤人，不看不听也不问我的真。Hello， 學林，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先。我是黃學林 ，Holly， 今年45歲。哎呀，好緊張添，唔使緊張，有咩就講啦。係啦，咁我一路咧都喺上海生活嘅，咁今次咧係專登翻嚟參加《中年好聲音二》。我哋聽一聽評審對你嘅意見先。如果以唱 R&B 嘅歌曲嚟講咧，特別係香港嘅參賽者啦，我覺得你嘅演繹咧，尤其係啲 ad lib 嘅部分咧，係幾自然啦，幾舒服嘅。咁呢件事咧係好困難嘅事情嚟嘅。另一樣嘢好中意咧就係，你唱出那首歌的女人味，無論是海選時候依然，或者今天你唱李玟的這首歌曲，那份的女人味是挺濃的。我覺得你接下來的日子，你可能可以走那個路線，就是一些專唱一些都市女性的歌曲。好，我可以參考一下。多謝夏老師。我聽你講嘢咧，其實你的聲音咧係 OK 厚的，但你唱歌的時候咧，我是覺得是比較單薄的聲音。咁所以我自己就係啦，冇撳呢眼燈，係。好，繼續努力。好 ，Kitten。我好留意所有參賽者嘅呼吸嘅，你係有嘗試用個腹式呼吸嘅，因為你有共鳴感，所以一嚟你個聲掌控得好穩定，去到後邊聽到你係有 support 嘅，音樂感啦、感情全部都豐富。五常有冇穿透力啊？梗係有啦，燈都俾埋啦。多謝，恭喜你，好啦。多謝咁多位老師 ，Thank you。